天有神秘的嘉宾来探班哦。谁？你怎么来了？给你带了礼物。谢谢。我的给你带了蛋挞。嗯，这么好。这个呢，是我早上去喝早茶，给他打包的一份蛋挞。这个是那个店里面送的。送的。你吃吗？我可以开了。你干嘛？这啥、啊？哦，对不起，这臭豆腐、啊。对，故人吉和刘洋，这种臭东西的鸡，平常是不太吃的。我不知道他们没有买过鲱鱼罐头。哇！谢谢你的礼物，我等下去洗个手。洁癖犯了？也不是，是真的挺香的。妈真香。